陶瓷對我嚟講最有趣嘅一件事就係佢係一個好原始嘅物料。佢個彈性好高嘅，即係個彈性係基本上我會咁講啦，你可以將佢變成唔同嘅嘢。我大部分嘅作品都會離唔開個時代。我諗我最想做嘅就係、正正嗰種唔存在嘅不安，就係我哋呢個時代裏面嘅人最強嘅感受。開頭係諗，我好想做嗰種空，一種唔存在嘅不安同唔存在嘅恐懼。我所有嘢嘅 information 都係嚟自一種什麼都不存在。咁就開始去諗啦，所以我揾一個 negative space， 跟住再將佢變成一隻好似好巨大嘅動物，然之後裏邊冚住一個好歡愉嘅氣球，氣球裏邊其實我係冇嘢。咁就一路再 search 啲文本，就先去到講緊嗰一種我哋點解我唔係點解嘅，我哋對於所謂神怪走獸嗰一種嘅意識。永遠都是來自一種身邊的不安、或者天災人禍那一種的狀態，反而花了很多時間在後面真的做的時候那種翻來覆去要試的。譬如我譬如今次你有什麼試了新的，就我其實我從來沒有用過自殺的，那一路想一路想的時候一路都有不好，因為 我那時開頭想的時候我就想可能好像我平時一向這樣可能做一次，但因為我瓷對我來說一個很熟的物料，我又知道我可以將它放什麼顏色什麼 surface OK 的，但是慢慢在想的時候我又想想、不如如果它的泥本身有顏色那也挺好的，那就開始嘗試不如如果有顏色就索性用紫砂啦。但今次試完之後，我有幾個個 texture 本身我已經覺得好似皮咁，即係佢有感覺好似皮，好潤本身就咁，我就已經覺得好好啊呢、這個感覺。